那我今天是帮我们的观众啊，就是陈红，我们的会员 ，YouTube 的会员，代开、代抽、代抽、代合成啊。那我来瞄一下，瞄一下他这个搞了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好好，看起来今天准备要欧一波了。今天日服新增的这个变身是这个欧瑞绿伊斯蒂，然后这个是斯利安，以及特罗斯，应该就这四只啊。哦，对，就那四只。如果我们成功合成到任何一个的话，我真的被打了。这个啊，哇，来看到了三宝。三宝，那我们今天准备来合成了哈，准备来合成了。如果你要揪你的谁来看的啊，赶快去约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本的合成几率哦。那现在这个账号它合成失败，蓝这个是蓝的啦，蓝的部分是14次累积，然后没有半次红，也就是说它是第一次，应该说它已经有红了，但是如果是合成的话，它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记录，所以。整体来讲应该是蛮干净的。好，那今天的合成大概也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哈。今天要合成的就是新的红娃，因为我们这个账号里面大部近战跟远攻都有，所以呢随便一个我们都 OK。好像没得试水温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挑战一下，开盒喽！哦，开盒喽，各位，一波六，一波七，一波红，来给它刷过去吧。来，我们先给它按下去。哦，没有任何提示哦，没有任何提示，算是有中的话，就绝对是一种惊喜中的惊喜啊！紧张紧张，又是一个测心跳的时间了，才一开始而已，我就已经99心跳99，来哦，挑战合成红变，今天的第一次。来了，3、2、1 ，Go！ 有特罗斯哦，哦，他这个都没有特效的，都没有特效的，都没有这。哎呀 ，GG！ 第一次 G 掉，第一次 G 掉。来，第二次，我换个地点好了，我换个地点啊，我们去象牙塔的最里面，这个应该很少人去吧？这个应该很少人去。这是谁？哦，不然我们来这里好了。我们来祈祷一下。我们要先跟一楼的长老拜会一下。仪式有点多，但是为了庄重起见，一楼拜完才能拜二楼。好，来，对，来这里求神拜佛一下。哦，来这里求神拜佛一下。啊，什么？这边里面有教我怎么合成红变，我看一下。来了哦，我们要来合成第二次了，弄到四蓝不简单啊！合成在日本合成这么难中的情况下，真的是不简单啊！希望这个账号呢可以成功中一个红。如果今天这一台电脑。这个账号已经在这边经手了1、2、3、4、6，至少六次红了。光我自己的账号就已经六次红了，那我希望这一次可以中。来，大家帮忙这个机器，特罗斯、伊斯蒂或者是那个弑武者，这三个都是不是很帅，就是很正，要不然就是很好用。来 ，Go！哦，各位有机会了啊，可以的哦，白火焰嘛啊，白火焰嘛啊，来啊，希望出现奇迹啊！上次跳了两阶，这次如果往上跳两阶就是紫变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中的是哪一个红的。
哦，我刚刚讲的都在里面哦。睡啦！哎，我讲的都在里面了。特罗斯 ，OK， 那就是弑武者。哎，太赞了！哇哇，这个太棒了吧！哎，陈宏，你这次账号值了，你这个账号真的值了。日版限定，日本限定才有的特殊变身弑武者，这个真的很帅。我看丁丁在，丁丁也是这一只，我看他这一只真的很帅，他拿着那武士刀在那边砍人啊，真的是太帅了。哇，我们合成到了、欸，哦，这个真的很帅啦，不是我在改、欸，来。来，哇，近距离加一，再来，没有了，好 ，OK， 一个也好啦，哇，这个真的太帅了，我实在等不及了，我们赶快变身吧。你看，这一本书里有教啊，书里有教啊，大家那个下次来的时候，记得一下啊，记得一下，先那个先到楼下，楼下先请示一下那个神明，请示一下神明哈，然后默念一下，然后再来之后呢。你要上来二楼啊，直接找这本书读一下书，来变身，哎、欸，呀、啊，是不是围起来？是不是围起来了？哇，这个真的帅啊，真的帅！跑起来，你看他武士刀是这样单手拿着，那，哎、欸，这个不是武士刀、欸，他拿的是什么刀啊？感觉是两个哦，我们上电视喽，哦，我们上电视喽。哦，太刀，这个叫太刀是不是？哦，好厉害啊！哎、欸，这一只真的很帅哎、欸，你看他的刀跑起来是这种感觉，哇、哦！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，怎么这么多人在密啊？没卖哦，没卖哦。